什么样的男人最让女人上头？无底线的对她好，温柔体贴，快拉倒吧！我来教你一下三点啊，你做好了呢，他要是离开了你，你来找我。见面的时候啊，对他温柔，关怀备至；不见面的时候呢，只回复千万不要特别主动。他找你，你就热情一点；他不找你，你就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，千万别矫情，不要纠缠他。第六，聊天的时候呢，该收咱们就收，让他感觉是意犹未尽。你们闹矛盾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反着他的情绪来，千万不可以跟他硬碰硬了，装的要大度温柔一些，顺坡就让他下，让他感觉你就是他的蓝颜知己。第七，适当的时候呢，玩一点消失，保持着你的神秘感，让他觉得你不是非他不可。你爱我，我就给你白头到老，一心一意对你。那你不爱我了，那咱俩各自安好。